级汽车。嗯，嘿，快看，今年的赛车冠军是卡特，他好厉害呀，竟然打败了旋风。嗯，看来我已经不是最快的赛车了，我真是太失败了。旋风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快和我们去训练吧。我才不去呢，反正我也赢不了比赛。旋风，好好训练，下次一定能赢。没有下次了，我决定不当赛车了。看来输掉比赛对他的打击很大，我们要帮他找回信心。嗯，旋风，现在有个任务需要你立刻出动。什么任务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赛车旋风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神秘轮胎。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这个训练场有点眼熟。嗨，你是我的教练吗？你好酷啊！快开始训练吧，我都等不及要成为一辆赛车了。你要当赛车？可是你的底盘不够硬，轮胎不耐磨，甚至连尾翼都没有。让我听听你的声音。我说的是发动机。哦，嘿，啊，嘿，动力也不足，你这样当不了赛车。我不信，我就要当赛车。好吧，那就试试吧。耶！速度，油门控制很重要。方向，车轮旋转别摔跤。力量，努力训练会提高。不怕苦，不怕难，勇敢面对，迎接挑战，朝着目标继续向前，通过考验。你没事吧？再来。速度，加大马力向前冲。方向，保持节奏不慌张。力量，努力坚持我最强。加速度，飘一飘，向前突破极限，完美重现像闪电。啊，是新纪录。哦，太棒了。我的轮胎破了。没关系，我把神秘轮胎送给你。哇，好酷，和你的一样。是啊，我们长得也很像。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旋风。旋风，我居然回到了小时候。原来我从小就不怕失败和困难。
希望你能成为一辆优秀的赛车。旋风，加油！这次的冠军一定是我的。冲啊！风沙中的对决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你们急着找我是什么事儿啊？我们收到了一段求助影像，你看。哦，远方的勇士啊，请你帮帮我们！有个奇奇怪物破坏了我们的防风林，现在沙土吹得到处都是，天空被黄沙遮蔽，村庄被黄沙侵袭，整个世界都将被黄沙吞噬。组织你们快点来吧！啊，哥哥，树木对环境的影响很大吗？树木能抵挡风沙，净化空气，还能控制水土流失。那要赶紧阻止奇奇怪物继续破坏。你们放心，我会抓住他的。看你的了，雷克警长。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沙地滑板。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，走开走开！嘿，快住手！雷克警长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麦特博士，你又在搞破坏！嘿嘿，我的实验需要很多的木头，快让开，别来妨碍我！站住，别跑！战斗警报声响起，警车全速出击。想跑，风沙风沙吹呀吹，坚持坚持不后退，冲锋吧，超越吧，加速加速，终于抓到你。手臂，咔嚓咔嚓咔嚓嚓，树木树木全倒下，别想别想别想阻止我！嘿嘿，这些木头都是我的啦！想要吗？来追我吧！跟着我的节奏，隆隆隆隆加速，左左左右右右。沙丘飞呀飞，勇敢去战斗。这是对你的惩罚，哼！以后这些树苗就靠你们守护了。感谢你，亲爱的雷克警长。我们一定会让这些小树苗长成大树的。花园大道。
哇，公园里的花好漂亮呀！嘿嘿，雪莉，我们一起和小花拍张照吧。好呀。啊！花儿怎么消失不见了？啊！啊！哇，小花，让我问你香不香？怎么回事？小花们，来喝点水吧。是有人把花都偷走了。是谁呀？是我，麦特博士。我要让整座城市的花都消失。去吧，我的鼹鼠车们。原来是你们在捣乱，可恶的鼹鼠车。我得想个好办法。有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发生大事了。我今天早上起床后吃完早饭想去花园里散散步。妮娜，你快说重点。重点就是城市里的花都被鼹鼠车偷走了，我需要大家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。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消防车喷喷水，让我们把你抓到。大大胆子一二三，对着东东挖呀挖。大大水泡快发射，对着东东喷呀喷。大大轮子跳高高，对着东东踩呀踩。小猪小狗变小猫，完美配合抓住你。哦，还有两辆鼹鼠车，继续行动。向下发射水炮弹，大水大水哗啦啦，小偷全被冲出来。可恶的鼹鼠车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花园里少了好多花呀。没关系，让我们一起把花园变美吧。消失的珍珠，我的墨镜不见了。阿丽阿丽，是不是你拿了我的墨镜？嘿，我可没有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拿吗？
住吧，你这样真让人生气。哼。阿丽一定是心虚了，我要去找雷克警长调查他。雷克警长，我的墨镜一定是阿丽拿走了。库宝，怀疑别人是需要证据的。哦，对了，他说过他很喜欢我的墨镜。这只是一句夸赞，不能作为证据。是紧急任务。是谁需要救援？啊！我的珍珠不见了！人鱼公主，请你冷静一点，你的珍珠我们会帮你找到的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警车雷克，挖掘机库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扫描眼睛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是人鱼公主的哭声。她应该就在前面。之前我的珍珠就是放在这里的，可是我睡醒后它就消失了。我怀疑。怀疑谁？大鲨鱼是他，是他，他有大大的嘴巴，把珍珠藏在里面，快点快点抓住它，追呀追呀追，鲨鱼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哦，珍珠没找到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弄错了。小丑鱼是他，是他，他有一点小顽皮，把珍珠当成玩具，快点快点抓住他，追呀追呀追，小丑鱼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哦，珍珠没找到。我很生气，真是对不起。大海龟是他，是他，他马上成为妈妈，把珍珠看成宝宝，快点快点抓住他，追呀追呀追，大海龟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我珍珠没找到。我没有拿你的珍珠。抱歉。那我怀疑。人鱼公主，不要再怀疑别人了，还是让我们来帮你找吧。海雷打地无敌虎，大海里面找一找，大铲子哐哐哐哐，大海里面挖一挖，找呀找一找，目标发现了，挖呀挖一挖，哦，珍珠找到了，珍珠珍珠找到了。雷克警长，库宝，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珍珠。不客气，人鱼公主，以后不要再随便怀疑别人。我知道了，作为感谢，这两个贝壳送给你们。哇，这个贝壳会发光。嘿，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你丢失的墨镜。哦，天哪，原来是我错怪了阿丽。库宝，你去哪儿？我得去跟阿丽说声对不起。食物从天而降。
用很紧急，我们快看看。幸好对准那个呼救的皮皮。是。这个噩梦好可怕呀！救救我！我知道了，皮皮被困在自己的噩梦里了。啊！可怜的皮皮！紧急召唤超级汽车！赛车旋风，出租车尼娜，请准备。业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缩小风波。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！这里就是皮皮的梦境世界。街道看起来和现实世界的一样，只是这些食物也太大了吧。哎呦呦，这个世界真奇妙，哎呦呦，食物变得大又大，哎呦呦，天空掉下汉堡包，哎呦呦，小心快快跑，我去寻找皮皮。轰隆隆，加达马里冲冲冲，轰隆隆，成功跳过大面包，轰隆隆，绕着街道跑一跑，轰隆隆，寻找到目标。旋风，快上来！哎呦呦，长长面条绕呀绕，哎呦呦，奶油蛋糕滑溜溜，哎呦呦，苹果草莓大香蕉，哎呦呦，昆虫逃不掉。失控的赛车，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吧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
方向错了，闪开，快闪开！福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，旋风，快帮帮我！不好，这样太危险了，得赶快让它停下来。呼叫指挥中心。旋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前方，超雷达警车来车，大力士吊车马力，超级汽车出动，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，滴滴五快快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，哐哐哐伸出手臂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，停不下，谁来帮帮我，我也好害怕，让我来帮你吹呀吹呀吹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轻轻，不好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，我来帮忙，滴滴火警车来了，放车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，哐哐哐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扣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，谢谢你们救了我，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，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泡泡灾难。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，到了，快来排队吧。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我可不能错过。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，对不起。啊，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啊，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
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哦，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快跑，救命啊。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铁臂挖掘机，破防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装甲消防车，到底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快消失！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。前进！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泡泡淹没。训练训练在哪里？困在泡泡里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。伸出我的大铲子。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我的大车轮，跳进泡泡里，哟吼！大家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，跳呀！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！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铲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不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愤怒的蜜蜂。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Oh.
来了。皮皮小心啊，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克星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火箭赛车旋风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巨无霸大货车斑斑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飞呀飞呀飞，飞呀飞呀飞，是谁受伤了？看我的，别哭别乱动，我来帮助你，伤口不疼啦，不疼啦。蜜蜂又来啦，到处嗡嗡嗡，大家快跑吧。啊，救命啊，斑斑，我们合作把蜜蜂引开吧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，快来追我吧！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！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来了吧，快跑啊！真假洒水车。啦啦啦啦啦，嘿，咕噜爷爷，早上好呀，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呼噜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呼噜爷爷。呼噜爷爷变得好奇怪呀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泡泡洒水车太厉害了，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呼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嗯。哦，怎么有两个呼噜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。嗯，要赶紧抓住他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水花呀花，汽车轮转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，别担心，我来了，好好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啦。救护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了。谢谢你，跑跑车别想跑，开雷打照啊照，一无敌无找到了。站住，别跑，加量发射。不好，我的雷达撞坏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忙寻找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跑跑车躲在大树下。嗯，怎么不见了？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找找右找找，跑跑车冒出小泡泡。被我发现了。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泡泡。太棒了，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抓住你。任务完成。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博物馆风波。是霸王龙的化石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。快跑呀。好，我来啦。哎呦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！哎，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哦。那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。救救我。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。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。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。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。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。
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打打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呀飞，飞呀飞。我来啦，受伤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。我来啦，发射光火治疗你。我来啦，统统全都消失吧。化石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一起一起回来啦。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；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；大炮出租车，米娜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。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。Yeah.
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！